苏有朋、左耳神格导演鲍启龙夫妻准备怀孕。这么多小鲜肉全都会出现在苏有朋执导的电影《左耳》中。医学专家说，左耳靠近心脏，甜言蜜语要说给左耳听。我一直在等待那个人。17岁那年，他出现了。电影改编10年前中国大学生人手一本的同名小说《左耳》，苏有朋和赵薇一样首度跨界当导演，哎呦，拍的还都是青春往事。昨天在北京宣传，记者就直接问啦：“就是您觉得您的《左耳》用什么来吸引观众呢？”一个是我觉得所有的青春电影的演员都没有像我们的演员一样正青春，我们的青春是不需要扮演。对于自己已经逝去的17岁，似乎也有一点遗憾。那时候已经是小虎队了，成名太早，所以我的青春里面很多的回忆都是寂寞。我觉得，您的17岁是不是被吴奇隆跟陈志鹏耽误了呢？哎，算是哈。你现在还知道其他两个小伙伴在干嘛？知道啊，有一个在准备怀孕吧，准备怀孕吧。不是，有一个现在正在拍戏，另外一个在拍戏。哎，那你现在已经过了17岁了吗？怎么还没爱呢？我有爱啊，我爱所有的我们的演员们。苹果让来采报道。更赞的独家爆料给苹果，精彩用在即时新闻或者日报版面，照片1000元，影片2000元，就去你指定的慈善机构。有料就报，紧拨电话，也可以用电子邮件或苹果日报网站下方的爆料投诉页面，或苹果日报 APP 左侧选单的爆料投诉专区，你爆料我捐款，爆越多捐越多，